子。大家好，我叫孙新月，我在剧中扮演青年香儿。大家好，我叫郑明龙，我在剧中扮演青年加德纳。大家好，我叫申妮，我在剧里扮演青年伊丽莎白。大家好，我是潘一硕，在剧里的饰演的角色是米雪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《二五女》的演员。等待是因为相信，相信因为有希望。11月27号，我们在南京。